巨兽龙。这是南方巨兽龙，也叫南巨龙或者巨兽龙，是兽脚亚目鲨齿科下南方巨兽龙族的一属。巨兽龙是一种发现于阿根廷的大型兽脚类恐龙，生存于上白垩纪时期，体长超过13米，体重可达11吨，拥有长达20厘米的牙齿，咬合力仅次于霸王龙。南方巨兽龙是肉食性恐龙，以捕猎其他恐龙为食，偶尔也会食腐。